老严呐，一对小八嘎，哎，他们爱斯基尔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这玩意儿叫，是一名伏地魔，哎、枪法随缘，只会野人。啊，有一个嘎嘎的青蛙。哎哎，吓跑了，吓跑了啊！你过来呀，过来呀。那也没跑。哦，你说气人不？哦，成盒了，你气人不？哎呀，这嘎嘎太年轻啊！这小伙子，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这小伙没捡着啥枪呢、啊、呀！就这枪也敢跟你支个俩嘚瑟是不？哎呀，你气眼不？你气眼不？隐身术，无敌隐身术。开全麦，老铁们，你们开麦麦，唠一会儿不？你们就俩人啊，可不是我对手哦。喂，听着我说话没？吹牛逼呢？就俩人咋的？我是大主播，听没听过我的名号？你听我声能听出来我是谁不？不想听，我直接杀主播的。是你这有点吹大了啊、哦，你有点那啥，有点狂啊。我说你站那吧，我不杀你俩了，你俩把装备都扔了，完开我轿车走吧。别吹牛逼，不行不？不是我，要不然我给你俩打成盒，你俩没法玩了，还掉分呢那时候。啊，没事儿，我就直接杀主播的，就怕主播不掉分，真的。我就你们差俩人，你们就说四个人，我上去就打死你们。我现在搁一楼呢啊，我在一楼等你们呢。你们行行，你再行啊。不是，要不你们俩下来吧，下来找我吧。下来我遇着一个打下一个。我不下去，我就是呆子。嗯，不是你搁上头，你下来就我就一个人，我单人四排。那你上来呀？那你上来呀？我不爱上来，上我有点恐高，害怕上高。不行不行。我人家我就是乐意从高处往低处看，那没办法。嗯，那我可冷雷炸你了。随便。不是你这有点那啥，你们人多。嗯、啊。人多咋的呀？就人多就欺负人少的呀？不是你说话注意点啊、哦！我就咱这直播间现在好几千人看着呢，你得说话。别吹牛逼。说话文明。几百万能就是讲文明懂礼貌。不能那啥这么我下不去你就别磨叽了你要是主播早就进不上来了就啪啪了不是你肯定没听过我名号啊一般我就一喊一听我声他们下来装我不想听那种装备马上就冷地下 你还缩圈了你咋办吧我缩圈了你咋整你说你还怎么活圈都说了你还不下也不走了我能咋的你俩要是现在也就是服务员装备给我撇下来我咬你俩你俩走要不然一会儿我打死你们缩毒你俩一跑我就打你们行行大哥听你的不是咋的呀你俩还咋的呀啊你俩我就说你俩不是对手嘛你俩非得跟我俩犟大哥刚才撇装备多好你说这回叫大哥没用了你早点叫大哥我就咬你们嗯还有个漏网的这是也是个真人这也是个真人他们一对的应该